Hello， 我们在独库公路的山顶看到了一家烤冷面。你好，有烤冷面吗？有。这猪肉肠还是什么肠？淀粉肠。不要辣椒。这是我第一次走全段的独库公路。这是什么？紫色的。这是狗吗？你没事吧？这是枕头，洗澡的。哦，我点了一份烤冷面，你要吃吗？在哪里啊？在这边。要吃的话，我再给你点一份，但不能吃我的。抖音关注你了吧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哥到无人区是从219过来的是吧？216啊。对对对，你俩在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看你手里的冷面呢。人家有人吃烤冷面，我只能吃这个。我觉得城市还是不太适合我，因为城市有很多消费的地方，我一过来就乱花钱。这一顿烤冷面30多块钱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才还花了很多钱买那个牛肉干。这一份30太贵了吧？你真的给我吃吗？我不浪费，我吃。你看你这还咋吃？别吃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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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，咱们不是荒野求生，你再来一块。我想吃下面的。啊，那我跟猴子哥来，猴子哥先给你来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聊完的有点要掉。哇，这女孩吃东西也能这么狂野，太好吃了。我才刚离开正义老师就想回去了，因为我还是喜欢小卖部都很难找的荒野。来到这个景点太浪费钱了。我刚又买了一堆蜂蜜给老家的朋友，又买了一堆牛肉干，再吃一口。喝喝喝喝，出发。